在澳洲交易房产，什么是 under offer, under contract? 简单的说，就是房屋有条件的售出，等条件满足时，交易成功，双方都不能退出。如果条件未满足，如贷款等，买家是可以选择退出的。下次讲澳洲房屋的类型。